不记得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在这儿，我是这一个，你是那一个，走。都六年了，我都快忘了。哎，你还记得约定吗？等到十八岁成年的时候，一起把许愿瓶挖出来。你写什么了？写什么也不能相信啊，都是小屁孩写的话。啊？你是不是写我坏话了？怎么可能啊！你要敢写我坏话，我弄死你！挖半天了，怎么还没挖出来？我就说肯定挖不到吧，要不咱别挖了吧？继续挖。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啊，可能像蝴蝶一样飞走了。我还香妃娘娘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个纸条里面可能真的有奇香。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写的是什么，哦，逢考必过，说不定被别的小学生挖走当护身符使了。要真的是娘，你就不叫李宇冰了，你叫李宇冰转发就转运啊。站起来。嗯。嗯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搜身？哎呀，都说了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哎哎，别找了，别找。哎，你写的什么？啊，我的愿望是，李宇冰每次考试都考大零蛋。唐雪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，对我。谁让你那个时候成绩那么好？我的同桌叫李宇冰。是个非常讨厌的家伙，我为什么讨厌他？